我是跟麒麟讲说，真的是我们两个吗？然后也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吧，是我们两个做到这件事情。我在看李阳，然后跟他确认说，哎、欸，他刚刚是不是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喊到我们名字以后才上去？我就这样看他，哎、欸，我们就是看他，我说我们是要喊到名字才上去。然后站上去的时候，其实还是有点不太可思议吧，就是我们觉得说，我们竟然真的做到，就是真的做到达到这个成绩，对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可以看着会旗升到最高点，所以就很感动。在这边还是要很感谢，就是大家的支持，然后也要感谢体育署，然后奥会协会，然后国训中心，然后还有土营北师大，就是所有支持过我们的人，然后因为他们全心全力的支持我，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最好的训练环境，然后出国也不用担心食衣住行，所以我们才有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，所以就真的很谢谢大家。很谢谢家人一直给我支持吧，毕竟没有家人支持，我不可能可以在球场上奔驰这么久，然后也坚持了很多艰辛的时刻。很谢谢大家看到我们的努力吧，毕竟对，我觉得每个运动员他之所以可以站上每一次的舞台，他们都是付出了很多的辛苦，然后也在每一次训练都坚持下来，才有机会站上舞台。因为我觉得运动员的本质应该是做好内容，就算我今天成绩打不好，但是我应该要是维持好我自己身为运动员的可能自律，可能对训练的态度，可能对比赛的热情，可能对羽毛球的这项运动的热忱吧。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这项运动可以感受到快乐，这样这项运动才可以坚持长久。希望可以让更多在彷徨状态的运动员可以更坚定的动力，然后让他们知道我们台湾是有机会在奥运讲台上发光发热的。